八仙台在我第三個教我功夫元九會那個是練我們三角的東西，其實這張桌裡面是四方形，實質是四個三角形，因為八仙台有尺寸的，所以你一去到你一走位的時候，你會個人的意識和觸覺是會加倍小心的，譬如他打了砰，我已經進去了，是入了他的馬的，而是他攻擊我了，我就在這個位置打了，或者他的手他立走了，怎樣走 他的位置，全部就在台見這些功夫的，甚至有時候他的馬步他的手他一勾我腳，我怎樣去落他這些馬步，這些全部都是八仙台的功夫的，啊，其實這些馬步功夫呢沒得兩三年基本上不要說是張台在平地都很難做得出來。